brave girls. You ready?然后从你的右手开始啊，往下伸，身体直着，后背伸直往前倾斜，然后把你的手从大腿中间这位置啊往下放，往下放之后，在下面啊抓一个手花，从小拇指开始往里攥，然后往上拉，这样的感觉啊。
一二三四，四的时候这样子抓手花，同时转手腕，四五六，五六的时候起来，继续七八的时候再换你的左手，继续再抓一个啊，跟刚才一样的，哈哈，这样子转过来，继续右手再来一个，这样子放下去，然后前面两下啊都是这样子转手花，这样子转的，最后一下不要这个转手花的这个转的这种手势啊，要这样的往下啪，往下这样弯手腕，这种感觉，往下打东西一样的那种感觉啊，啪，往下打，往下打完了之后呢，再往下伸，这种感觉。所以说前面两下的手花是一样的，最后一下是有一个压腕一个动作往上提，这样一个动作啊，这是手的小细节，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些小细节啊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七八，七八的时候两个手从身侧翻一下，往前放，放在自己的膝盖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你的脚啊，这样你的脚全程都是坐在椅子上，为了好看一些啊，你的脚跟要翘起来，脚尖着地的，不要这样子直直的这样子放在地上啊，这样子会不好，不是那么好看，翘起来，这样整体的效果，视觉效果会好一些啊。手从侧边啪放在这儿，头你可以稍微往侧边倾斜一点，这种感觉啊，往侧边倾斜一点，然后继续动肩膀，先把你的肩膀往后，从前往后啊，这样的感觉，往前往后，这样子有点像扩胸一样的那种感觉啊，把你的肩膀舒展开。舒展开，舒展到最大的程度之后往前扣，是这样的感觉，有点扣胸的动作啊，痛痛痛痛，啪啪，一共做三个，做三个之后是你的腿变换这个 pose 啊，变成左弯右直，这样子把腿伸出去，腿你可以稍微拉回来一点啊，这样子尽量把自己腿拉直拉长啊，这种感觉，放在这儿，这两个手放在大腿内侧，还是做刚才一样的这种转肩往里扣这样的动作啊，痛痛痛痛，做两个，然后继续头往左偏，往右再回来，有一个提胸这样一个动作，踏踏提胸提起来，然后把脚收回来，这时候站起来，站到你的椅子的左侧这地方啊，尽量可以站一次性站对地方啊，不要有调整，站到椅子的左侧，提你的右脚，同时左手放在胯，右手放在头，踏，继续手往上，这样子扶住斧头到你的左脸颊这个地方啊，踏踏，脚放下来，放下来之后身体转正，伸左脚，两个手同时往下伸，摸住自己的膝盖，往上拉，拉到自己的腰这个位置。在这里就这样，再看一下这个动作，先是提转头转手，同时落脚，转身出脚，往下往上回来之后，正好你自己大概就是在你椅子的左侧这个位置啊，往下伸手摸住自己的椅子，左手搭住这个椅子边啊，右手你可以放在自己的脸颊侧边这个地方，然后两条腿分开趴在椅子上，胯你可以稍微翘起来一点啊，都可以，手放在侧边，这样好看一点，转一转手花，跟着音乐节奏可以自己的稍微扭一扭啊，都可以，然后继续起来，这因为他们是多人啊，所以有那种把椅子拿起来然后换位置的动作，像咱们如果一个人跳的话，椅子放在地上就可以了，自己走到椅子后边下去接后面动作就可以了，如果你们需要排队型的话，把椅子拿起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再放下就可以了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好，这是这一第一段，我们来尝试变下音乐。Brave girls, you ready? 轻轻地 Lightning little motel baby